公还没找到，你的老公先借我。什么？我为什么我老公要借你？为什么？这是合法小三，完全合法，没有办法告他的那种。老公还没找到，你的老公先借我。什么？我为什么我老公要借你？为什么？这是合法小三，完全合法，没有办法告他的那种。究竟这是什么天理？你们家的女儿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家妹妹完全不黏爸爸，等年年找到她的老公，她就还你了。地表唯一，这种小三你斗不过她。